新的所有朋友，本周要小心纠纷哦。为什么呢？太有自信或讲话太直，很可能就会真的伤到关心自己的人了。那最近啊，那个来肚子又闷又痛，快虚脱，痛到无法思考，差点乱说一通。那至于天蝎座呢？可能有一些困难要挑战，或者是身体不舒服。身体不舒服的话呢，带点红色安心小物在身上，不要忍，有痛就吃吧，才不用这样活受罪。天蝎座要记得哦，不，所有的人都要记得哦。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哎，房东太太，我来了。唐小姐，我跟你说，阿姨每次头痛哦，钥匙放哪里都不知道。我不是跟你们讲要带红色吗？安心的小物都有带了，钥匙嘛有。哦，这里好混搭呀。房东太太可以介绍一下吗？你看，耶稣啊，圣诞树有都有啊，还可以陪你过圣诞呢。阮家吼，装修好变 style 啦，我们一个月60000块，一度电赚你30。那个奇怪，那你就头就疼的。阿姨阿姨，你还好吗？阿姨不好呢，一定是这里不干净哦。你帮我看一下。不然每次为什么癌症来了，头就好痛哦。这我知道，拿出你的红色安心小物，10分钟开始作用，有效缓解头痛。嗯，啊，廖丽芳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唐启阳嘛，规天吼，你才被密下吧。我就是写2024年星座运势啊，哪有密下吧？谁知道你在写东西吼？还是整天吃炸鸡啊？那你也可以吃啊，你看那么多，哎，来来来，吃个吧。痛到我饭吃不下，晚上觉也睡不好，精神这么差，怎么可能算得准？哦，痛！普拿疼止痛加强定，10分钟开始作用，有效缓解10种疼痛，24小时排出体外，及早缓解疼痛，及早回到舒服的状态，好运跟着来。想不到你还有2把杀猪呢，一度电算你15块，我先价哦。Man， 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房子根本没有鬼，是脏。